今日我不断记得自己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灵体，会长期搭通整个宇宙。我会编好生命剧本，而家呢一场戏要演绎出自己最佳的版本。我会得到宇宙全力支援我、保护我、祝福我、成全我，咁样人间因为我呢一种游缘喜悦嘅状态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。